哎，吃饭的小姨妈来喽！那我们来尝一尝这个美味的小甜甜圈。美味不打烊啊！这个是要给老师送去的，怎么办？我又开始口馋了。尝一尝，尝这个位置。哎，就跟制作一样，妙手之笔。来尝尝奶油好不好喝？好吃的吗？里头还有那个金豆豆。这样吧，我实在抢不住了，我吃一块，我把老师请到家里来，和他的老师一起共度下午茶时光。他一定是爱了爱了。What？ 哇哦，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就是每一口蛋糕吃的时候，上面都均匀的撒上了奶油。好吃，好吃的都给掉了，走了，就这样，就像 iPhone 一样，这是完美的一口，我把咱的老师叫到家里来，一起来吃，关注我，来我家吃蛋糕呀。